小小房灾事 3.0 计划是由豆点创意剧团与高雄文贤国小以及湖内防灾协作中心合作执行。本计划的特色在于剧团与社区防灾室的紧密合作，需要经过多次的会议、学校场刊以及线上沙推会议的前期筹备。防灾室积极参与活动内容的评估，还要确保知识性，展现防灾室、剧团以及学校三方合作的特色。光临穿山甲旅馆。今天是中华民国112年12月14号，礼拜四。那今天我们是配合这个文贤国小小小防灾室的演练，我们是湖内区协作志工中心的团队，很高兴今天来参加这个演练。情况紧急了，我们现在马上整理五个救灾分工小组来协助处理救灾的工作。我是高雄市湖内区文贤国小的学务主任，我叫周时东。那我们文贤国小呢，在从事校园防灾的计划呢，已经7年了。那今天很高兴我们跟防震赈灾基金会还有豆点剧团合作，那看到我们的学生将他们这多年来防灾的这个经验，那融入到成为一位小小防灾士，那可以让他们更有机会去亲身体验说我们老师平常在做防灾的各组分组的一些工作。那今天也很感动了，看到有很多小朋友他们发挥了平常看不到的一个主动的表现，尤其在关怀伤患以及在准备环境物资这些他们的这些行动行为几乎跟我们大人没什么两样。所以我想说这个活动跟赈灾基金会这个活动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值得的。那也希望说我们可以将小小防灾室这个理念可以推广到更多学校，更多的学生可以去使用。那今天很谢谢各位。阿布巴，爸，快过来，快过来，还小一个。